現在的待決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鄭松泰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鄭松泰議員要求記名點票，點票鐘響5分鐘。開始表決，請核對所在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功能團體出席24位，贊成5位，反對18位。分區直選出席23位，贊成10位，反對11位，有2位棄權。議題是未獲得功能團體選舉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